进一步远征。在我们之前还没有这个所谓的线上线下的这个模式的时候啊，那其实它还是以产品为中心，现在已经进化到另外一个层次，是以会员为中心，以人为中心。我的感悟其实是很深的，在于是我开一间店，那我一间店能够产出多少的营业额？如果说我今天要开三个间店，我能不能够提到同样的这个营业额？那这个时候考虑的一个点，其实我们的花费也是非常大的。从十万个变成一百万个，因为他们的付费消费额基本都是在那一个水平里面。那只有从十万个的会员，他消费才能够达到十万，明白了？需要一百万，他能够变成多少的这个营业额？就是两千万。先培养会员，是在想做分店这件事情。是的，现在的会员制跟以前的会员制有些差。今天会员制从传统上的卡已经慢慢进入了 APP 的阶段，从卡变成 APP， 它的好处是什么呢？除了数据的收集，线上还是线下打通，另外一点就是它可以变成是一种 communication channel。 它其实可以通过 APP 跟顾客做流程。为什么要开这么多店？其实一个会员的 APP 本身也可以是一件事情。主要的问题出在哪里呢？ OK， 3 2 1请选择。